这条直线上就平行线上有九条直线，其中是四条互相平行。当无三点三线共点及其他平行线情形，哎，注意听，告诉我，三线共点是特殊状况还是一般状况？特殊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常来讲，三个点三条线就可以带围成一个三角形的吧？而今天三条线要同时一个点是特殊现象，所以说有没有这种特殊现象？没有。 那有没有平行这种特殊现象？也没有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最低，所以说今天有九条线，其中有四条互相平行，其他直线有没有这些特殊现象呢？有没有三线共点？有没有平行的现象呢？没有。所以说其他的点，其他的直线都没有特殊现象，看行不行？那问你，这九条直线可以连成几个三角形？看行不行？所以说来说。 这九条直线当中有四条互相平行，另外五条呢？另外五条彼此交错过去，这样行不行？还有在听？有。好，问你这九条线可以连成几个三角形？告诉我三角形要几条线？三条线。三角形要几条线？三条线。你观察一下一个现象，如果说这边挑三条，今天不挑，有没有三角形？ 我要三条线嘛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么就是把人分成男生女生，把产品分成好的和不好的，把热的话嘛分成中奖不中奖，对吧？把球分成红球还是白球？那我现在把直线分成平行还是什么？平行，平行有几条？四条，不平行有几条？五条。我今天要取三条线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你先想象，看，可能这边挑三条，这边不挑，或是这边挑两个，这边挑一个。 或是这边挑一个，这边挑两个，或这边不挑，这边挑几个？三个，对吧？就好像我从班上当中挑三个同学，这三个同学要么三个男生，要么两男一女，要么一男两女，要么三个女生，对吧？哈，各位，有告诉我这样会连成三角形？三条都平行，这样子画有没有三角形？没有。两条平行线过来，一条这样斜斜画下去，有没有三角形？ 也没有，一条平行线过来搭配两条不平行画下去，有没有三角形？有，或是直接这边挑三条的三角形？有，你这样了解是吧？所以说这三条线要构组成三角形，只要有两条平行线以上都不能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只有这种状况，两种，把这两种加起来，从这平行当边挑一条，因为平行线这边挑一条。 搭配这边几条，五条挑两条，有没有三角形？有，或是直接从这五条当中挑几条，三条，这样子也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哦，把这两种加起来就是三角形的方法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，OK。